像这种被挡住的就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变异，不是的话就直接秒掉，毕竟小六六才三万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第二只鲛人也不是变异。可恶，吸血鬼慢了 0.5 秒。住了这么久的幼儿园还是第一次看到变异鲛人，挺稀奇的。第三只风伯也不是变异。第四只立法，这个可以捉，超六六还是挺贵的。白板没啥用。正刷着龙龟，没想到帮派来了强盗，这要赶紧打完，然后过去收个卫生费。开局出了一黄，不要慌，第二波召唤肯定还有。是不是两黄刷屏，然后去帮派才有面子？看看这次能收到几份卫生费。第一只。第二只。第三只。第四只。第五只。最终帮派48个在线，刷了6只，其实一般般吧。紧接着夜叉遇到了万年，能发出来就说明是有货，看看出的是什么变异。看看变异夜罗莎给什么。